定很需要上去。OK。继续往前，我已经冷却完毕了。你可以往前。OK。讲一个冷笑话。请说。冷笑话。五月天不说话了。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水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砸到人的话会怎么样？然后那群博士就开始一起抛出很多的公式，一起在那边算，等那个速度啊、重力啊各种讨论出来。然后看了很久，我就回问他们一句话：难道你们都没有被雨淋过吗？长长的香花，哎、欸，我要翻起来，我要翻起来。好弱，不行，哦、不，不给面子，不，没办法给面子。还要讲什么吗？原来你也听过了，好冷哦。你已经听过五月天的笑话。我像刚袁莹莹哦。来，佩菊姐，大树小树差在哪里？大树小树差在哪里？有没有要回答？大树小树差在哪里？有没有知道他答案？插在土里。看这冷度。这一系列的，还有五月花插在哪里？这一系列还有五月花哦。跟舒洁插在哪里？插在结局。插在屁股上。哦。还有要什么？哎，微臣再来一个。好，我们第一个任务过了。没有，这个不是。所以这不是过不过问题，这只是闲聊的问题。好吗？那我要发第二个限时任务了。太快了吧！你很快哎、欸。你到底有几个任务？我想到就算一个啊，因为可能我后面没有力气想，我前面发一发，你知道吗？我想到了，你什么？我想到笑话了。哇！耶！我要听。我们都笑了。有一天，好的，好，有一天，有一天，小明他去。上补习班，上补习班，美语补习班，然后呢？美语补习班。然后他就要学英文，妈妈就说今天一定要学到一句英文。好。然后呢？老师就叫他 Thank you， 然后呢？小明就说 Thank you， 然后再一次哦，记得舌头要滋 Thank you， 然后他就Thank you， 然后回家的时候，妈妈说你有没有学到英文？有。啊，谢谢怎么说？然后小明就。对对，小明忘了。不会哦，这个比刚刚好笑。我是荣登本日笑话王。好了，接下来要发现实任务了。开玩笑，现实任务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讲的。我讲啊。哦。现实任务就是接下来是我们讲一段。怎么的？第二个任务是什么？第二个任务。The next 10 minutes, we can only speak English. Speak English. Okay. 第二个任务。I can't do it. 哎，因为我们用 English， 我们全程都要。We must speak in English in 10 minutes. And the 空气就会凝结。Yes. 没有人会讲话。Nobody can speak. 啊，你有在计时吗？So what's your name? 哇！就是卖讲做一就对啊。未使讲中文。No, English only. English only. 妈 ，Ow! Are you okay? English teacher is Arnold. 不对，是 Arnold. Hey. Yeah. 好。有流动厕所哎、欸，空间哎、欸、，WC， 哎、欸、，Speak English，
It's WC。我加到。你看，有三角形，有长方形，差一个烟囱而已。哎。There's a triangle. There's a triangle. Triangle house. 哎，你们现在 English？ We must speak English. Bathroom, no. Toilet. Toilet. No, it's waiter's drink house. No, it's a bed. Hey. 哎，可以多少分五分钟吗？滚 ！Sorry， 滚！哈哈哈哈哈！菜啊！这都是那个烂泥巴。I forgot how to call that. I only know deep. Clean. No, it's not clean. Light. Light color.Light color. It's light color. Light color. Color. Hey, English. Or can we sing English worship song? I'm not sure. Let's go.凯婉吉，凯云姐，对，凯云姐，我的刘海，那个什么东西？喝水了，没事。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red like me. I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hat's all. Very good. 还有，配三节共振的法圈。哦，难怪。所以左右都开口，都只有右边。哦，右边。嗯。保险起见就绑起来。一个。大家，我们都往上吗？好。哎，现在都好安静，不讲话了。是现在还在现场，对不对？还在现。结束自由行。哦哦哦！这游戏太沉闷了。你应该改另一个，你应该改个，比如台语才对啊。
圣母三峰。我们现在在三母山。等一下就是通天过通天桥。通天桥，圣母山庄。通天桥就是登山口哦。啊？我们距离通天桥还有1.3公里，持续爬上的路程。原本就是。那圣母山庄是峰了吗？是山顶吗？1个小时到1个半才爬到登山。每次要小心哦。这里可以啊。要小心一点。没有这样拿着，其实是可以。小心鞋子会湿哦。小心哦。走这一边或这一条。不要走这。小丽，你也要小心一点。小丽好，你好，站。哎，这里桥一下有一点喘，是吧？嗯。哦，我现在是凭着意志力在走这条路。了解。这是苦路的精髓。苦路路。苦路的精髓。简称苦路路。西班牙有一个圣地苦路，那个是什么东西？本来我姐夫要去走。你家去的、哦？我姐夫，本来带他儿子去，两应该是去年，本来去年暑假要去，现在还可以去，然后他们所有的装备都买好，机票都订好，因为结果就没去，就没去啊？为什么？要走几十天这样？哇哦，他好像哎，在西班牙哪边？100多公里。嗯，他就要去西班牙哪边？我不知道，比如巴塞隆那，瓦伦西亚路线，那个叫做。那个就是有电影，最近也有那个综艺节目在。有啊，这个蛮热门的。对，有一些基督徒都会去走这个。我本来以为是天主教徒，是基督。它是天主教啊，就是你住的都是修道院，对吧？那边确实是那个天主教比较多。基督徒也会去走。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天主堂那边，我们也会走。找我干嘛？所以他们规划的那条路线是有特别的，对啊，是在走什么？就是圣经的，是谁走过？应该说他们是天主教，他会有几个点修道院你可以住，他们都规划好，就是一段路，然后就有地方可以住。对，现在韩总那其他的走路你就全部都靠行走，那你可能会脚磨破，对呀，你可能会装备怎么样，你可能会生病，但全部都是用徒步走的，对，你会用透过走路去思考。
去反思自己。这个木头似曾相识，这样哦，就不是说好像很方便，我要坐车去哪就去哪，它全部都是靠走。所以不是特别是升级的每一位人物走过的，我本来以为是一个还有在前面，对对对，因为你后面那个，然后你可能就透过这些你重新认识自己，嗯，或者是透过一些苦难一些困难，听说那个脚磨破一定是很正常的，然后本来穿坏了一两双鞋，你说那一个，因为你每天就是走，可能走乱抓，没有一个是对的，十几个小时或什么的这样。那你说姐夫还是谁？姐夫啊，就是高雄那个牧师，他本来要去。对啊，他都跟他儿子都订好机票了。本来是预计今年去，对不对？去年哦对，那疫情去年就开始。对，因为他是寒假之前就订好了机票。我们可以先帮你退打。那本来打算是去多久？哦，应该也是。哦，好凶的，两个女生。是说一个月吗？还是一个月啊？你这样蛮好的，在路上还可以，就是在就是说，在跟女神足球，对呀，啊，不过西班牙蛮多人都会去。然后 Kevin 好像有去意大利，是骑脚踏车，还骑到法国，骑到法国，对，他也是骑。你那个从意大利边境骑到法国边境吗？对，对。那你会经过检疫口吗？那边检疫口会。那要给他看护照吗？嗯，这个就要问 Kevin 叔叔了。要吧。因为我好像，因为我会跨边境的时候都是跟团的。可是我们不是有跟我们。我那时候去荷德比发就是这样。我妈妈一定会觉得很感动的。法国，他什么？那你要邀你妈来啊？我妈在大陆。你妈在中国？是啊。哪一省？半年后。哎，是哪一省？还有他的生日，还有我的生日。这是什么虫？一次三个一起就过完了，就像是有些男生很厉害，把结婚纪念日排在女生的生日，大家一起过哎，他可以吃一次就好了。有没有要那么省呢？三个愿望一次满足，第一个心愿为你加倍的分。对，因为那两个实在太重要，他那个协议会躁动不安。直接说为订阅为追踪，然后你会怎样等等的就好了。订阅跟小铃铛是一样的吗？没有，小铃铛是通知。哦，通知他有了解。就是你订阅，但是不一定有通知。
三 K。还没到。他刚刚就说那个，等一下到前面就不过是登山口而已。要先经过桥。桥。桥。到最上面，如果不行就是随时想吃就停下来。哦、嗯，在路边，对啊，你随最上面，因为上面是有得坐。哦，它有一个避难小屋，就那个什么圣母山庄。最上面就是我们的终点啊。对。但是如果上去可能会超过12点了。哦。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半？嗯，有没有？